这时啊，阁有人伫咧船顶咧喊救人，但化成咧赶紧走向船尾，看伫船管下骹绑着一个人。哎呦，上细一个看，哎呀，五尊主，敢保险？哎呀，保险呐！陈化成赶紧帮吴尊主掏开锁啊，将伊扶到船岛内面，听吴尊主温温啊，甲讲伊被害的过程。原来啊，这吴尊主的老爸破病过身去，吴尊主心内感觉真艰苦，就先停止经商，倒去南苗酒后三年。啊，想讲结束了，佮倒来做这行。啊，一摆啊，是专程对南洋运一挂货物要到台湾呐。啊，昨昏啊，因为风真大，浪真急，驾船到西苏岛东南的时阵，哎呀，想袂到这个岛顶的灯塔啦破高高，啊，大家一个着急，啊，上船去弄着大礁，啊，船头弄甲规个歹去。无法度前行，啊，只好暂且瓦靠边头的大石边。啊，想讲等天光的时阵啊，才去继续岸上要走。